头痛，头痛，我姐那个光线太亮了，头痛，我现在看着中午，一个天上，再往下看，在监测，像，高空往下监测的是，发出个强光来，冒上来，来隔了一块的，另外一个地方，另外一个地方，刚冒上来，这什么呢？这是膜啊，膜啊，最后正在又那个膜啊正在离开呀、啊，离开的是从那个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，就看到它面积大小，感觉那个最后出去的那个。那个亮光面积很大啊，比前面的大。这个好像是因物质的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因物质的那些啊，应该是因那个核物质的啊，我正在把它印出，所以亮光很大啊，强度很强，外星的面积见识着啊，如果膜要把它的核物质把它印出的话，那最好了啊。好啊，好啊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